各位同修，大家好，阿弥陀佛。《法华经》说：若善男子、善女人，于《法华经》乃至一句，受持、读诵。 解说、书写种种供养经卷，世人一切世间所应瞻奉，应以如来供养而供养之。当知此人是大菩萨，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 又说：“若是善男子、善女人，我灭度后，能切为一人说法化经，乃至一句，当知世人是如来使，如来所遣，行如来事。善男子、善女人。” 我灭度后，你能偷偷的为一人说法华经，并不是公开争名夺利，登作讲法，具种种威仪。就算是很不具威仪，哪怕只说一句，这个人就是如来的使者，如来所派的。 做如来的事，何况于大众中说，这都是赞叹《法华经》的功德。偶意大师说，《法华经》的功德是无尽的，而本经正是法华之密髓，一切诸佛之心要。 菩萨万行之思难，都是出于此经。演说无量寿经，也就是演说法华经的密髓，功德不可思议。说法的人要有完全利他的心，要是贪图功德，已经是三毒了。 贪功德，同样是贪。要善护己念，要十分清楚，不要夹杂。万一自己还没有把握，明知还有错，为了名闻利养而去跟人说，不但没有功德，而且是地狱业。 广为他说：“常要修行，诸善男子及善女人，能于世法，若以求、现求、当求者，皆获善利。汝等应当安住无疑。若善男子、善女人。” 对于净土法门已经求了，或现在正在求，以及当来也要求，都得到大利益。你们要安于这个法门，不要疑惑，要说法利人。首先要自身断尽迁移，极端细的疑惑。 都要把它断掉。怀疑、注解、疑虑重重，不知道对不对。这个时候要修断惑，要老实持念，勿生疑惑，才得善利。所以应常修习，使无一致。疑根未断。 即是罪根，断这个贱货，出我，要断贪嗔痴慢疑，要断这个疑根。如何去断？应该知道这个方便。疑惑不断的原因，是智慧不够，慧心不明朗。 自己的慧心本来是佛，为什么不明朗？就是因为贪嗔痴这三个垢，三垢障碍很深，要断。一方面要明理，理明就信深；再一个就是好好念佛，去道错大师。 在安乐集说，念佛三昧能除现在、过去、未来贪嗔痴慢疑一切诸障。有的三昧能除现在的，有的能除过去的、未来的，只有念佛三昧能除现在。 过去、未来的诸障，诸障就是垢，垢一去掉，光明就生，没有一致了，没有一致了，才不入一切种类珍宝，成就牢狱。所以佛劝你们不要有疑，有疑就进入边地一城。 甚至升到谢曼国，最终处所受种种乐，誉为珍宝，也确实是七宝城的宫殿、楼台等等。但是，你不能自由去见佛，所以又誉为牢狱，让大家断疑，就是不要跑到这样的牢狱里。 诸天、二城、谢曼国、边地一城，都属于珍宝所成的牢狱。谢曼国位于我们这个世界的西方十二亿那由他之处，正好去极乐世界的中途。生活在那里的人。 因贪恋其国土的快乐，人人生起一种懈怠骄慢的心理，不想再进一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。安乐集提倡老实念佛，称名一耳，但能专制相续不断，定生佛前。每一念。 皆不可得，这一念哪儿去了？不可得，这就是智慧。明知不可得，还是再念，相续不断，就是功德。所以，菩萨就是以此功德修其心，庄严其身。但开始学的人，不能破相。 因智慧不够，但能一向专制无不往生，不虚一也。一向重要，你就是一向。但又专制没有不往生的。以无相智慧，执重德本，那就是上根利器，是菩萨的境界。 一般的人很难体会，更不要说去修行。但你只要一向专治，你就知道了，有个极乐世界，有个阿弥陀佛。供佛是相，念佛也是相，你就依着这个相，专是专心，智是专一到了登峰造极。 什么叫有相无相都不管？只管念当前一句阿弥陀佛，就老实念当前这一句，没有不往生的。什么有相、无相、离相等等，那是上辈往生的事儿，一般还都是凡圣同居土。 达到中位很不容易，所以这些都是净土宗的密藏。净土宗的心髓，真正能依教奉行，依照这个相专心致念，纵然没有离相，也能暗合道妙，决定往生。一向专制。 凡夫也能做到。离相是菩萨境界，《金刚经》说：“离一切诸相，即名诸佛。”不是凡夫生灭之心所能及的。所以，净土中的妙用，暗合道妙，方便中之方便。 请看下面经文：阿耨多如是等类大威德者，能生佛法广大一门。由于此法不听闻故，有一亿菩萨退转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若有众生于此经典。 书写、供养、受持、读诵，与虚情为他演说，劝令听闻，不生忧恼，乃至昼夜思维比差，积佛功德，于无上道，终不退转。这段经文的大意是。 佛教着弥勒菩萨的名字。大家需要知道的是，凡是经典法会中佛教着当机者的名字，这是特别提醒注意。下文的开示一定非常重要。如是等类大为得者。 只对此法门深解不疑者，也就是修学此法门不怀疑、不夹杂、不间断，这样的人就是大威德者，能生佛法广大一门。生是生起，广大一门就是指特别法门。 不是普通的法门，这里的广大一门，就是指净土法门以外的法。这些大威德者，对净土法门以外的法，能够理解、演说等等。特别法门就是这部《无量寿经》，这部经典。 就是佛法的广大一门，即古德所讲的门与大道。这部《无量寿经》是释迦牟尼佛所说的广大一门。我们读了之后，从心里升起如是法门，这才与佛相应。 心里升起这个法门，你读这部经，就不是释迦牟尼佛讲的经。此经从哪儿来？是从自性里流露出来的真经。此经是从释迦牟尼佛自性流露出来的。我们今天复讲这部经。 也是从我们的自信里流露出来的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的自信跟佛的自信是一，不是二。从这儿，我们才理解了“能生”这两个字的真正含义。什么人能生？不怀疑，不夹杂。 不间断。这个人的心行，不但与阿弥陀佛、释迦牟尼佛相应，而且与十方三世一切诸佛皆心形相应，心形交融，就像灯光一样，光光互照，彼此不分。入此境界。 明白此事实相，我们才恍然大悟。古人讲的“一念相应一念佛，念念相应念念佛”，没有欺骗我们，这真的是事实。平常我们念这句话，念得很熟，但体悟不深，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儿。 读这段经文，才明了这句话的真正意趣。有一亿菩萨退转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这一亿菩萨就是指我们现在的这些学佛人。本经前面讲过。 小型菩萨没听过这部经，学佛几年即退转，道心没有了。怎么没有了？堕入一切种类珍宝成就牢狱。仔细观察现代社会的佛教界，投入一切种类珍宝牢狱里的人有多少？ 他为什么投入？因为没有闻到这个法门。一亿菩萨退转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指的不是别人，就是世界上没有遇到这个法门，或者是遇到了这个法门，但他不相信这个法门的学佛之人。 为什么退转？有三个因素：第一，是自己的业障重；第二，外魔诱惑力强；第三，没有诸佛如来威神的加持，退转无上菩提。 初发心时，皆是真实修学无上菩提。时间久了，则被魔诱惑，堕入名闻利养，这即是退转。这是值得我们高度重视的。我们看到别人退转，想想自己有没有退转。 我们看到大众迷失，想想自己有没有迷失，这是非常重要的。遇到了这部经，要生大欢喜心。书写就是今天讲的流通，供养就是奉献。别人不知道净土法门。 我们介绍给他，这是法供养。这种供养比世间一切珍宝供养都尊贵。我们把净宗法宝供养众生，他若能信解受持，必获无量无边、不可思议的大利益。他这一生即得永脱轮回。 念佛往生不退成佛，无量劫来没有遇到脱离六道轮回的机会，这一生遇到了，这一生遇到的机会是你奉献给他的。我们应当将这一无上法门供养一切众生，修普供养。 请看下面经文：彼人临终，假使三千大千世界满中大火，亦能超过生彼国土。世人已曾知过去佛受菩提记，一切如来同所称赞。是故应当专心信受。 持诵说行，彼人是指的什么人？是指与此经典书写供养受持读诵与虚情为他演说这样的人。临终的时候，假如我们这个地球、银河系、三千大千世界。 都被大火烧毁。此人也能超过去，往生极乐世界。世人已曾知过去佛受菩提记，受记就是佛在他成佛前为他受记，这个人将来一定成佛。释迦牟尼佛。 是燃灯佛给授记的。有的人见闻这部经典，能书写、供养、受持、读诵、为人演说，以知昼夜思维、比差等等。这个人过去已经遇见过佛，已经受记过一切如来。 同所称赞，经中三千大千世界满中大火，这不是假设，指结火成结、住结、坏结、空结，每一节都要二十小节的时间。住劫之后有坏劫。 坏劫之后就空了，坏劫之后有火、风、水三灾，这时劫火动然，大千俱坏，连灰沙都烧没了，这是劫火，宇宙的大崩溃。假使大的核爆炸发生了。 此人在这个环境下还能安然往生，所以现在大家应当专心信受，持诵说行，依教奉行。第四十四品经文讲完了，下面归纳一下要点。第四十四品经文要点。 这品经文有七个要点。第一个要点，每一尊佛出现在世间，他的教化都可以分为三个时期。这三个时期总称叫法运。释迦牟尼佛的法运是一万两千年。 正法一千年，亦有五百年之说。此时佛灭度之后不久，所留下来的教学以及修学的方法都没有变质，非常纯正，称为正法。相法一千年，这是佛灭度后的。 第二个一千年，此时距正法愈来愈远，传法的人不免有错误，愈传愈讹。虽有错误，还不算太大，依之修行尚能成就。虽有错误，大致上还过得去。 故称相法时期。相是相似之意，相似即不纯正。末法一万年，正法相法过去之后，从第三个一千年开始，就是末法时期。我们正是生在末法一千年之后。 现在末法第二个一千年的初期，末法还有将近九千年。末法时期，我们应该怎样修行？请同学们牢记：正法时期戒律成就，相法时期禅定成就，末法时期。 净土成就。第二个要点，我们今生为什么能遇到净土念佛法门？我们在过去生中，久远劫之前，就听到了阿弥陀佛名号，也念了几句，所以积植了善根。 和阿弥陀佛结了缘，有比如来加威力故。我们过去生中曾经供养无量诸佛，无量诸佛今时时都加持我们，都保佑我们，使我们在这一生中听到净土念佛法门，这个因缘不是偶然的。 第三个要点，这个法门的殊胜和广大不可言说。尽虚空遍法界的众生，都是他的度脱对象，不像其他法门，只度脱一部分众生。你怎样珍惜这难得一遇的机缘？ 第四个要点，你怎样理解老法师说的这一段话？这样的经典，我们能讲吗？讲不出来。能讲一点，是一切诸佛如来的加持。我讲，你们能听，也能听懂。 听得很欢喜。这个能力是从哪儿来的？还是诸佛微身加持，所以才获大欢喜。讲经者必得十方三世诸佛如来微身加持，听经者必得十方三世诸佛如来微身加持。 讲经道场，必得十方三世诸佛如来威神加持。第五个要点：事出世间，一切法都舍弃，只取净土念佛法门。这就是经我互摄，经摄受我，我摄受经，互摄。 互融，无量寿经就是我，我就是一部活活泼泼的无量寿经。做到这一点，你就是阿弥陀佛的化身，保证你上品上升。第六个要点，念佛法门是障缘最少的法门。 你有切身体会吗？第七个要点，这篇经文是世尊为每一位信受奉行无量受经的人普受成佛之际，我们也在其中，这是稀有难逢的事情。下面开始讲。 第四十五品经文，独留此经。第四十五这一品经文是流经流通，彰显世尊的大慈大悲。在佛法灭后，再留此经注释一百年，普渡。 莫法苦难众生，请看下面经文：五经微诸众生说此经法，令见无量寿佛，及其国土一切所有，所当为者，皆可求之。吾得于我灭度之后。 复生疑惑。这段经文的大意是：释迦牟尼佛说：“我今天为一切众生说这部经，说这个念佛成佛的法门。现在我让大家看到无量寿佛和他的国土，阿弥陀佛及十方世界。” 一切诸佛全都现身，阿难与当时参加法会的大众都见到阿弥陀佛，见到西方极乐世界的一正庄严。不仅如此，还见到了无量无边诸佛及他们的刹土和一切所有。 所当为者，皆可求之。慧书解释这两句话：所当为者，当为往生愿行者。你为了往生而发这个愿，圆满这个愿，你应当做的事，皆可求之，都可以。 随顺佛经而得到它，皆可求得的。大家看到的西方极乐世界，所愿所行都可以得到。师尊又嘱咐，不要等到我灭度之后，对这个法门，对这部经典，又生怀疑。 又起迷惑，那就错了。佛再三劝导众生，对这个法门，对这部经典，不要生疑。如果有了疑，不是硬把它压下去，而是通过看经、听法，解开这个疑，要请法去掉。 这个疑，我们今天面对此经，应当像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为我们讲经的盛况一样，决定没有疑惑。这一会与当年的那一会无二无别，请看下面经文：当来之事。 经道灭尽，我以慈悲哀悯，特留此经，止住百岁。其有众生执思经者，随意所愿，皆可得度。当来之事，经道灭尽。这是指释迦牟尼佛的法运。 一万二千年终了时，佛法在此世间完全消失，所有一切经典都在这个世间消灭，经道都灭尽了。善导大师说：“万年三宝灭，此经注百年。”一万年以后，世界上三宝。 都灭了，最后这个经还注释一百年，这是实在九千年之后的事情，距离我们现在还相当遥远。怎么消失的？我们现在不要打妄想，因为想也想不出来。佛告诉我们的，当然是事实真相。 九千年后，佛经、佛的教学，在这个世间消失了。佛以他的威神加持，使这部经还可以在世间流通一百年。这部经是最后消灭的。我们要从这段经文里体会到这部经典的价值。 才能领略到这部经无比的殊胜。我们就以这部经典修行。《法灭尽经》说是先灭楞严，《净影书说大涅盘经先灭。总之，这两部经先灭。这两部经都是谈佛性。 谈佛性，大家都不易理解，所以就先灭了。《涅盘经》还看不出来，但《楞严经》现在已经很明显了。楞严白尾，就说楞严是假的，但现在还有人在护持楞严。元英法师讲楞严，讲了一百多遍。 一千年以后，言《楞严》百尾可就要成为圣经了，《楞严》就没人念了，就灭了，一本本的灭，《无量寿经》最后灭。我以慈悲哀悯，特留此经，止住百岁。此经就是《无量寿经》。 法灭尽经，把这个问题解释的很清楚。佛说的话自然而然，各种经典可以证明。打个比喻说，油灯要灭时突然放光，人临死时回光返照，法也如此。要灭尽时。 有人还能接受无量寿经，这时他出现超前的智慧光明。这一百年得遇无量寿经，还能得度。我以慈悲哀悯之心特留此经，别的经留下来，虽是佛的圣教，但众生。 不能因这些经典而得度，《金刚经》好，我们都赞叹极了。无助生心，凡所有相皆是虚妄，都是了不起的法，但你都弄不懂，又不知怎么做。《无量寿经》则只要你会念。 南无阿弥陀佛。所以现在不能去责备那些法师。末法了，最后的阿舍离只会念阿弥陀佛，这就很殊胜了。别的他不会。十阶因缘就是这样，就是因为这种光明得度，最后能说这四字。 天空中有这四个字，他就看见，他得度。再过去，什么都没有了。法要灭时，欺有众生，执思经者，众生能遇上这个经，必定能满足你的本愿，皆可得度，都能得度。 于法灭尽时，闻此经都能得度。现在我们根基好多了，我们遇到必然得度，超越生死，登上涅盘。请看下面经文：如来兴事，难知难见，诸佛经道。 难得难闻，欲善知事，闻法能行，此亦为难。若闻斯经，信要受持，难中之难，无过此难。这一段经文不是释迦牟尼佛一人说的，乃是一切诸佛都这么说。净土法门。 是难信之法，容易修习，难信易行。这个难信，不是指普通人难信，是指声闻菩萨们都难以相信，包括我们世间的所谓知识分子，尤其是高级知识分子更难信。下面。 我们重点说说五个难。如来兴世，难知难见，这是第一难。如来出现在世间，是不容易遇到、不容易见到的。比如，释迦牟尼佛入灭已经三千多年了，下一尊佛。 要五十六亿七千万年以后才出行于世，这就是难知难见。诸佛经道难得难闻，这是第二难。纵然你见到佛了，佛讲经说法，你不去听，或者去听了但听不懂。 所以，能听经法的不多，能听懂的人就更少。尤其是能听到这个法门的机缘很少。我们闻到这部经典，闻到这个法门，要倍加珍惜。欲善知是难，这是第三难。 学佛修道，遇到一位真正的善知识很难。真正的善知识，他的见解、思想、教学方式都正确而没有错误。这样的老师可遇不可求，到哪里找？这要靠缘分，也是福报。遇到真正的好老师。 一生不走冤枉路，这是大福报。遇到不善的老师，他把你的路指错了，你会走很多冤枉路，耽误很多时间，浪费很多精力。最怕的一去不回头，一错到底，丢了法身慧命。文法能行。 此亦为难，这是第四难。法闻到了，也有老师教导，问题在于能不能深解意趣，依教奉行，就是能不能笃行。如果不能完全依教奉行，遇到了，等于没遇到。若闻《诗经》。 信要受持，难中之难，这是第五难。如果你遇到这部经，这个法门，依教奉行，这五重难关你都超越了，这确实很稀有。这就叫大浪淘沙，沙去金留。能不能信要受持？ 是决定你去留的关键。这节课就交流到这里，感恩大家，阿弥陀佛。